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头陀渊、小桃红为您播讲，陈东创作的《遮天》，后期制作小白菜。第648集。叶凡数种异象合一，青莲、仙王、阴阳图、锦绣河山、金色的苦海连在一起，像是在演化天地，自化一方净土。天地初始，万物出生，有勃勃生机，也有毁灭之力。叶凡独立中央，如一尊开天辟地的神奇，成为绝对的主宰。华云飞终于是变了颜色，被镇压在圣体的意象中，绝对九死一生。传说向来如此，没有几个人可以突破出去。强强强的，他用力地拨动琴弦，天空中的九个小世界之门越发的恐怖了，不断地向下压落，想要打破禁锢。轰的一声，小世界之门大崩溃，浩荡下灭世的契机，冲向叶凡的意象，要毁灭一切。华云飞手段凌厉，他在摧毁空间，宁可两败俱伤，打破自己烙印在虚空中的大道，也要杀出去。轰轰的，九个小世界之门先后崩碎了，所有人观战都吓得亡魂皆冒。华云飞太狠了，毁灭空间，打碎自己烙印下的道图，这是与敌俱灭的招数。每一个人都毛骨悚然，亡命飞奔，恨不得泪生双翅远离这片地狱，因为一旦被牵连进去，肯定是形神俱灭。虚空在大崩溃，在无形的湮灭，这样的恐怖手段连圣主都要皱眉头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施展出的。此刻就连李小曼也不得不飞向远空，晚走一步肯定会成为飞灰。轰的一声，像是万重雷暴在响，九个小世界之门大崩碎，他们所汲取来的异空伟力全面爆发，一起汹涌了下来。这个华云飞真是够冷静与无情啊，敢这样破解圣体的异象，他自己必然也会大伤元气，行事果断，此子让人生畏。损自己的道徒化如此恶难，他有如此手段，着实让人惊叹呐！九劫凤曲为无上神属，名震古今，可演化天劫与修士大战，先天立于不败之地，没有几个人可以抗衡，也唯有叶凡这样的体质能承受，不怕雷劫。不过此时他却大蹙眉头，九劫被引爆了，虚无之力沸腾，横扫而下，纵然是他也不易迎风。轰的一声，无边无际的虚空之力汹涌，叶凡咬牙在自己的意象中出手，争时间抢速度，想要先行击毙华云飞。唰的一声，无形杀念如水一样的冲了过去，叶凡像是一个熊熊燃烧的黄金战神，挥动异象而下，打得华云飞浑身皲裂。李小曼惊叫，叶凡你怎么能这么无情呢，关师兄。好恐怖的异象，圣体之威让人胆寒，所有观战者都发寒。华云飞表现出来的战力何其强大，绝对是可以睥睨年轻一代，可是眼下却被镇压的将要粉碎了。华云飞，杀四级大圆满境界的修士如斩草一样容易，杀化龙秘境的修士也不成问题，可是眼下却……众人看到这一结果后全都变了颜色，莫不惊悚。砰的一声，华云飞的身体四分五裂，一下子冲向了四方，留下来一大片血雾，惹来一片惊呼声。这样一个强大人杰就这样死了？叶凡携意向横渡而去，躲避天穹上汹涌来的虚空之力，
这是一股灭世的契机，让他忌惮不已。轰的一声，虚空崩塌，彻底毁灭。幸亏是在空中，不然这片地狱肯定会被抹平，也不知道要有多少人死于非命。李小曼惊呼，其他人也都叹息，一个强大无比的俊彦能够斩出九节凤曲，前途无量，就这样被击杀了。忽然有人惊呼，什么？他没有死，浴火重生，黄杰再生术。许多人都大吃一惊。远处华云飞四分五裂的身体化成几道光束冲向一起，他复生了过来，完好无损。许多人都瞠目结舌，明明见到他被斩杀了，现在却又复生了过来，体型重组，并没有一丝异常。此子有大机缘，居然得到了这样失传已久的无上神术，黄杰再生术，堪称不死奇功，玄奥莫测，掌握了他等于多了一条命。九节凤曲与黄杰再生术同源，合在一起名为凤凰劫，为世间无上天功，他果然有不世天缘，居然得到这样的传承。每一个人都惊叹，莫不羡慕不已。这两种古老的奇术也不知道失传多么久的岁月了，如今却被一人所得。叶凡向前逼去，你还真是难杀呀。他自然不会罢手，打定主意要留下华云飞的性命。华云飞轻叹，叶兄的实力让人生畏啊，不过却很从容，并无怒意与沮丧。叶凡虽然很强势，但是却不敢大意，此人极度强大，肯定有无比厉害的后手，是生死大敌。有人低声说道，我怎么觉得华云飞不会比神王体弱，是瑶光圣子那样的存在啊。的确如此，九节凤曲攻杀之力震世，在同代中除却圣体这种体质外，几乎没有人扛得下来，此子高深莫测呀。所有人都在琢磨，没有叶凡明晓，华云飞的确就是这样的人物，不然也不会如此镇定了。唰的一声，一片星辰浮现，将华云飞环绕，夜色如水，星光无尽，华云飞立身在一片星空中，飘逸出尘。这并不是异象，而是太玄星风的神术，是他最擅长的奇功。此时此刻，他像是一尊星君临尘。突然，华云飞星辉遮体，冲出万丈光芒，强大的气机让人忍不住颤栗，整个人无比的圣洁与强大。化龙，他竟然是化龙秘境的修士！天哪，如此年轻已经是化龙秘境的强者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所有人都无比震撼，任谁都没有想到华云飞达到这样的境界，有如此可怕的修为。早就听说年轻一代有人进入了化龙秘境，但从来没有被证实过，不曾想第一个被发现的竟是华云飞。他不显山不露水，从来都很低调，眼下展现出这样的实力，自然让人惊骇。叶凡心头剧跳，对手果然可怕，早已进入化龙秘境，这将是无比艰难的恶战。相差一个境界，便如隔着一重天，实力相差巨大无比，下位者几乎不可战胜上位者。叶凡只因体质特殊，才可以逆行发仙。如今他在四级秘境第二层境界，但却可斩四级大圆满境界的修士，甚至斩化龙秘境的强者都没问题。然而华云飞却大不相同，他是年轻一代的绝巅人物，像他与瑶光圣子这样的人物，在四级秘境时就可杀化龙秘境的修士，如今他破入化龙秘境，可想而知会变得有多么的强大。叶兄的实力让人惊叹，逼得我都不得不以化龙修为来战你了。
华云飞摇头，空灵飘渺如神灵在叹息。你的底牌不止于此，还是将你最强的魔功展现出来吧。我仅掌腥风不传之秘，无上神术凤凰劫是我近期才得到的。华云飞平和无比，不为所动。轰的一声，叶凡出手了。此刻说别的没用，唯有以真正的实力才能战败对方，才能逼出狠人大帝的秘密。他展出了虚空大手印，金色大手横空，如一片金色云朵遮天蔽日，携无上神威拍了下来，四方皆惊。这样的狂力，有几人可以抗衡呢？